我真的是特别的荣幸，我是第一个在城市之间乘坐EHang AAV出行的人。当我乘坐飞机到达空中之后呢，我的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，因为我们的飞机既安全又平稳又舒适。在飞机上呢，我俯瞰这个世界，发现真的是既美丽又壮观，跟平时呢在下面看上面是不一样的，有一种上帝的视角。我也希望咱们主办方多多举行这样的活动，让更多的人来体验这种空中出行。